给你们看两只香槟色小泰迪哈，很明显它俩颜色是有区别的，一只浅色的，一只深色的。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只哈，第一只长得就比较甜哈，脸型嘟嘟的，眼睛也大大的哈，特别是鼻头也小小的，你看这小舌头像假的一样哈，太好看了。对，再看一下后背的毛量，颜色太高级了哈，是的，特别均匀。对，体型也不大。再看一下正脸，哎呀，还是美萌，这颜值真的是绝了哈。是的。对，接着再看一下第二只，哇，这个好呆萌呀。对，这个眼睛就比较大哈，是的，这眼睛黑溜溜的，哎呀，还舔我呢，一看就是个小吃货哈。是的，对，太可爱了。这一只吃的就比较胖乎哈，哇，是的哈，手感也超好。天哪，体型也不大。看一下正脸，看一下姐妹们，这两只你们更喜欢哪一只？喜欢哪一只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哎呀，都好好看，都给你们找个新家，拜拜啦！拜拜。